各位海内外的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地产学校人数绘画现场直播的教学。我们的课程除了考试考执照之外，主要包含千万经纪人的培训的课程，有各大公司的老板 broker 开拓公司都包括。 OK，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要接着我们贷款执照班的全国 National 的 Chapter 4。因为这个整个的教材是最近今年刚新编的。所以刚刚上课之前我已经发给大家的电子档，那我们现在的都是彩色版本。OK， 第四章我们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大概介绍了一些基本的一些当然基本的也不是就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相关的法规啊法拍啊跟贷款有关的等等。那我们今天第四章我们要开始讲更详尽更分门别类的贷款。4.1 我们先介绍所谓的terminology， 关于贷款有关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的。4.2 我们要介绍一些 hybrid 的贷款跟所谓的 arms。4.3 我们就要介绍很多其他种类除了我们上一章介绍的一些基本的分类的贷款然后 4.4 我们会把跟建商跟 construction 有关的贷款介绍一下。然后 4.5 我们介绍一些 home equity 的贷款。4.6 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下所谓的 land contract 或者是说 installment 以分期付款就算是比较算是地主vendor 给你的一些分期付款的方式不是主要讲的不是各大银行的那种